Hello， 林杰不怕死，我周敏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周马。今天呢，学校放假了，我刚从学校过来。今天我朋友请我去吃川菜。他是重庆人，叫徐志。然后现在我过去找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卓玛的朋友徐志。现在呢，我想带他去一家非常好吃的川菜馆，让他尝一尝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，就是这里，这个后面我们身后的这家兄弟小炒，就是特别正宗的川菜馆，味道特别好。现在我们就进去吧。你想吃啥？其实他们这里的川菜都很正宗，味道都比较正，所以像一些比较常见的川菜味道都不错，什么尖椒牛肉丝呀，什么水煮牛肉啊等等，然后红烧肉啊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。刚刚卓玛点了一个青椒牛肉丝，然后他说其他的他就不知道了，我就帮他点了一个回锅肉，然后还有一个西红柿炒蛋，然后再外带了一个汤，那就是比较常见的酸菜粉丝汤。